大家好，这支影片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NUS 的波音 HG5 这颗 Martin High Gain 这个 distortion。那接下来的影片会为各位示范它没有 scoop 跟 scoop 比较多一点的音色，以及它用来弹 lead 的音色。